今天呢，这又来到黑龙江最东部最偏僻的牛集。今天我来的晚点，现在城郊啊已经过了一波了。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东北的牛价，看看今天这牛价怎么样。一万二千来个月，你看肚子里要多少钱？要是要三万六千五。三啊？刚才来一查，给那三万五千八了。最高的给看看这三个，这三个忙的。你现在养牛吗？你们俩那个做多少钱？我现在目前按他给的价，现在卖来的赔了咋整？三万五千八，按买一价，现在赔好几百了。这个八百来斤，那个770吧。不要瞎说啊！这个你有多些就多些。这个七百来斤吧。这个牛啊，也就600多斤。这个得700。你中间这个能有700斤？净的呀，花色可以，骨架也行。呀，这小妈子不错，这骨架不错，这妈子。能多350。这个要多少钱？要13000。这个能有多重？能有多重？没有800斤吗？哎呦我操！往后，啊，将近800斤，就是啊，我看有800斤，一万三卖了，那这个牛13000，妈太隆庆了，这牛回来不好养啊。这个小妈子呢？13000，一个，一个，哪个？这个，那个呢？那个14000，这小妞要13800。这小牛的骨架、花片都可以，这14200要价。这个1200，给1200。这个妈要多少钱？要13200。那现在这牛价也不高。现在给多少钱？这仨牛，你再投一个礼拜给多少钱？我拿36，毛毛都不动了。我到3点起来的，3点16分钟回家走的，到市场6点多，三个一早。今天2万4。今天就周三，又是牛市，东北最偏僻的牛市。但是这个牛市的牛啊，今天价格啊持续还是不高，成交挺快。这个集啊，虽说牛今天呢来的也不算多，但是买牛的又多。今天来买牛的今天真不少，哎，成交拉走了。看见了，我一万，我赔不赔？你看他们说1万5，我说2000。20块钱一斤，什么牛什么价，好牛价格还是高。相比来说，这个牛价现在还是偏低。这集啊，这又快散了。这个集啊，这来的牛虽说不分太多，1200个，但是呢，这个集啊，交易非常快。你看小妈子价格啊，大那个宝钏牛啊，价格都不高。现在这个牛市价格啊，持续走低。这个集上这价格就这样。好了，大家对这块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，请到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